咱五华，咱前搁一个分，嘛到现场啊！咱只拍跑甲欢迎好无？欢迎三年哦，即马拢无醉哦，即马拢无醉哦，一二三拢别看哦。所以阿扁啊，即马好乖，即马不管你拍偌久哦，也可能有一天拢无醉，感觉感觉。所以注意咧，等下支持阿扁，绝对咱心阿袂半百确定。以前若无真正正经，咱拢认定阿扁绝对无醉，对不对？时阵，伊亲自到法院，伊家己咧尊重司法，却受到受司法的迫害，安尼够公平？安尼够公平？咱就是因为排安尼，大家保持着一定的水准，咱的声音发出来，是不是加足大声？公道，予台湾人民，宗教决定。蔡天贵教授来为着一届来讲几句话好不好？乡亲时代，兄弟朋友，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三好，好。台湾是咱的台湾，对无？对。这个蒋政府用司法做功夫。来领地，咱台湾的领袖阿扁阿对无？咱今日好欢迎罗大鹏来到台北和平花市。咱知影这个法院并是非常公平的审判，伊是一个领地的操作，但是咱来人家坚持咱台湾人的。意志甲声音，对不对？平时上分进行，平时进行，咱来唱一首《欢乐为台湾》。三分钟以后，咱黄明哲老师要来头前，带领另外一个团唱歌给恁听。咱即马来唱《欢乐为台湾》。欢迎欢迎就来。大家清楚，流氓政府在这所有的法律上无资格来审判着咱台湾人，更加无一资格来审判着咱台湾之主阿扁总统。所以，你看咱做的时阵，咱外口哦非常的清楚，不是，咱来试看嘛。
咱本年的方针就是爱甲对因讲，建立好势，会当接受指挥。咱遮人也无够济，咱人阿济，我会下命令，咱甲这芝麻也落得好无？好。但是咱遮人无够济，咱的队伍无够整齐，所以咱特别来，讲爱训练好势。你若无训练，我看前进的是你可能会走路，所以大家爱记得好无？好，会当遵守指挥无？诶，诶，重要的部位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来表现，咱为着台湾好命的决心，为着台湾人民争取伊的勇气，大家爱继续好命。谢谢大家哈，这500多天来非常非常重重的声援跟支持哈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在静待羁押庭。好，羁押庭如果结束的话，不管他们宣判怎样，请大家一定继续展现台湾人的民主素养。待会你们要不要来瞪？好不？我们把我们台湾人的英雄、台湾人的总统，我们就交给中国国民党，我随便他怎么处置。Thank you.
得了。